哎，没事。不是啊，怎么感觉女主比一天的还要这么没精神呢？你干嘛啊？居然还是这么对他不放心，真该自我反省一下才对。啊？再反省自己不够信任他好了。客厅里没有他的踪影。不会吧，女主不见了，这什么情况？她就这样逃走了？开玩笑的吧，这是恶作剧吧？啊靠！你不会喊她名字哦，你白痴哦！不会先喊看看吗？白痴！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，是不是从哦？注意，感觉等一下就有福利的 CG 图出来了，各位观众，好康的要来了，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的看，我三步两步地朝卫生间跑去，然后猛地一开门，准备喽，一开门。呜、哦！看看这个风景，他整个人赤裸。出现在我的视线，手里似乎还捏着一条毛巾。再给你们看，这个纯白的皮肤，而且有微微的微肉一点胸部出来，还有这个屁股，我朋友却不知所措。傻傻的看着他，连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无力冲进来的举动，一直拼命用手挡住自己的身体。不要看，快出去！屁哦，赶快出去啊！这主要真的。他看起来快哭了。所以他这么没精神，是因为都没有洗澡的关系，是吗？哦。啊！可是这样的话就能稍微大概理解水跟饼干为什么会缺少，
水会缺少是因为女主拿来洗澡啊，可是粮食嘞，粮食为什么会减少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而且我咬到嘴巴好痛，咬到嘴巴好痛。刚才真是看到了非常不得了的场景，哇！标志的酮体、羞人的姿势，以及满脸通红的样子，光是想想就快要受不了了。所以他刚刚应该在里面洗澡啊，想也知道不然呢，啊不他在里面裸体是要干嘛？莫非他就是偷偷瞒着？哦，对啊，想到之前我曾经拒绝他，我突然全部都想通了。啊，废话，我们就已经坚持的拒绝他不能洗澡啊，他当然就只能偷偷摸摸啊啊，不然呢？看看。只穿白衬衫啊，梦寐以求啊，男人梦寐以求的幻想。不知为何，他只穿了一件宽大的衬衣，而且是谁的？这该不会是男主的吧？你这是……哇，脸红了。我对他像搭话，他脸又红了，稍微有点，对啊，这件衣服应该就是稍微有点脏，就是也是啊，应该也没办法洗衣服。刚才不小心把衣服弄湿了，不得已才穿这个的。而且这谁的？这到底是谁的？那真的是主角的吗？刚才。你都看到了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啊，看到了，都看到了，哎 主角真的很不会说谎，什么叫做那些不该看的地方都没遮住，哦，主要都是白痴，标准的美人配置，该凸的有凸，该凹的有凹。我还没把这句说完，脸上就冷不防的一中，他一击中拳，我的鼻梁啊，不算很疼啊。但我还是这样，真的只是假装会晕过去，为了逃避一下现在的尴尬气氛。这次醒着，他已经换上平时，啊，不是衣服不小心弄湿了，奇怪，那还穿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哦，不小心把你打晕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顶多鼻梁被你打断而已。没事没事，根本就不疼，我只是太累就睡着而已。靠腰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我不该那么冒冒失失就闯进去。但是谁会知道你在里面洗澡？对不起。我擅自用水洗澡了，明明知道水很宝贵。算了，用了就用了吧，洗得还算舒服吧。把身上的灰尘都洗干净了。每次你那么灰头土脸的，皮肤看起来也光滑不少了。话说回来，你之前有事瞒着我的时候，我还担心的要死，原来只是想洗澡，总算放心了。水用掉就只能稍微克服一下，咱们还能撑一个月。
食物不吃是没差，可是水不能不喝。对，不吃东西跟不喝东西，不喝东西是最痛苦的。不吃东西倒还可以接受，因为就真的还可以接受了。该做什么啊？哦，他大概都有一点好感的吧？有啦，有了啦，那就娱乐。我找到啦，找到什么？叫三小，找到什么？啊，找到什么了？哈？童年最宝贵的回忆之一，你看，脑筋急转弯。小时候可喜欢这本书呢，上面的那些机智问答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不少。这样啊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书。我也没看过，要不要来玩个游戏？在这本书随便出题，这样不公平，你都你记都得记得答案答案，了。那我出题你来回答。不许出太难的哦。没问题。发现上面似乎都是些冷笑话。我曾经的回忆就是这个。快出题吧！啊，马上好！我找找比较简单的。动物园中大象鼻子最长，鼻子第二长的是什么？大象鼻子最长，鼻子第二个最长是什么？鼻子第二长的是什么？长颈鹿哦，是在逗幼儿园的小朋友。再看看别的吧，在什么时候一加二不等于三？答错。怎么啦？你都不要出题呀、啊！你不要再给我那边啊！啊，刚刚不是说一加二不等于三吗？啊，什么时候又变成一加一不等于二了？在什么时候一加一不等于二？算错的时候。这个，算错了的时候。哎呦！啊！答案是一二，哦哦，答案是二进制环境下，一加一等于十。我最讨厌数学，干！我数学是一窍不通的东西呀、啊。这超难的、欸，这本书不是学龄前的儿童读物吗？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二进制什么的。大概是因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啊？中国人最早的姓氏是什么？What the fuck？中国人最早的姓氏是什么？
操你妈！干你妈！始终过人。啊，最早的吗？鸡？还是姜来着？好像不止一个吧。脑筋急转弯的答案肯定不能这么耿直。果还是中？不知道，想不出来。好烂哦！这什么？人之初性本善。没意思，不玩了。这种被人当白痴耍的感觉好不爽。所以一开始就应该是你念题目，我来回答嘛。不要，答案你都知道，已经没办法把你当白痴耍了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其实我的乐趣原来在这里嘛，我的童年。